哎呀，这貂蝉办个事真是磨磨唧唧的，叫大家个现奶都不来。这我的粘土厨房都准备好了，有必要用一下我的河东狮吼，貂蝉大仙儿！啊！貂蝉大仙儿！你们俩咋回事呀？吃饭都不积极、啊。哎呀，胖妞，我这不是出去玩了一会儿吗？就耽误时间了。那个，我是去找大仙，看大仙在那玩了一会儿，所以我也在那玩了一会儿。哦，这样，那你们俩想吃什么，我给你们做。嗯，那胖妞，你都会做什么呀？是啊，我呀会的可多了。中餐有饺子、面条、胡辣汤；西餐有薯条、可乐、炸鸡腿等等等等等等等。好，那就先给我来一个炒胡萝卜。OK， 拿出红色和绿色的粘土做一个胡萝卜。胖妞，我要吃的是胡萝卜，不是辣椒。胖妞店里的胡萝卜就长这样，不吃出去。我开玩笑的，你继续做。这还差不多，炒胡萝卜喽。现在开始煮饭，200度，没有800度。我现在给你们表演一个大厨颠勺啊！嘿哈！好了，盛菜喽！小朋友，菜炒好了，可以上菜了。来，小凯，给你。胖妞，你家炒胡萝卜都不带切的吗？哎呀，貂蝉，别那么认真嘛，现在不是玩粘土玩具的吗？那行吧。行行，该我了，胖妞。哎，大虾，你想吃点啥呀？天气这么冷，要不给我两碗饺子？包饺子我最拿手了，给你安排。哎呀，包饺子，包饺子，捏捏捏，哎呀，来点蓝色的馅。哇，这饺子五颜六色的，好好看呀！那当然了，现在开始下锅，换一个汤锅。200，现在开始200度。哎，胖妞，这饺子什么时候能煮好呀？还有5秒钟，5、4、3、1，好了，给你盛啊！小朋友，菜炒好了，可以上菜了。胖妞，这饺子被你炸的都露馅了，我不要了。啊！还有我的胡萝卜，你不要了，你在这儿吗？再来，走。走。哎哎，你们别走呀！啊！一个一个的真没眼光。算了，我自己做个烧烤玩，嘿嘿。做蓝色的鸡腿怎么样？嘿嘿。找个签子插一下，嘿。放上烤盘，开始烤烧烤喽。现在只要300度。撒点调料。